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马英九，再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今天是年初六，许多机关团体都已经上班了，我也跟大家一样，上班之后在总统府举行了团拜，跟总统府的员工说是声新年快乐，并且期待大家在新的一年精神抖擞，为全民来服务来努力。在过年这段期间，各位看到真的是到处都是人潮啊，消费的情况也非常好，风景区都是人满为患。可是呢，我们觉得将来还有很多需要能够进一步努力啊，能够让我们做到一个均富的社会。